我曾遇到一束光在前方，我乘着风的翅膀去飞翔。今天买卖到此结束，瞎子，我来看你了。后来你们把家产就全都花光了，然后你就回北京一直消费我。 你怎么不学人家自己创业？哼！眼睛怎么样了？我还是能看得清你们的。看来你早知道我会来这儿，他准备了这些。 这东西是一辆卡车，没事儿。这东西别放在房间里。别担心，明天找他们赔钱。 明天见面，有新鲜的忘不了鱼。等你回来，心心的忘不了鱼。难怪你能退休，味道确实不错。那是，明天我送你。